好，今天是2018年3月6号，星期二，第32讲啊，Co-Trading 金融交易学院为大家带来第32讲亚洲盘的讲解。大家线上已经到的同学能听到我讲话吗？刚才我这个好像出了点问题。线上的同学能听到我讲话吗？喂喂喂喂喂！好，有同学已经回复了，说可以听到讲话。好，其实最担心的倒不是说，现在讲话听不到啊，最担心的就是说，万一讲到中间，讲到最精彩的部分啊，讲到最精彩的部分，然后那个如果听不到的话，那就比较悲惨啊，比较悲惨。所以说大家开始的话，这个声音的调制啊，一点包括中途网络出现一些问题啊，都是要及时来应对的。好，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讲解。我给今天定了一个主题，也就是论市场条件成交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因为我们之前再去讲到过一个数学的原理啊，牛顿写过一本书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吧？他讲到就是说，然后我们就不进行细讲了，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就是一加上一等于二。这个最简单的公式，在交易当中怎么去把它运用到交易当中的分析来？我们昨天在谈及到这个美元啊，这个美元对瑞郎的空单，对吧？还有这个黄金对美元的这个多单，但是这两笔交易都是没有成交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一是什么呢？一我的理解在市场当中，它是市场当前的一个走势。加上另外一个一，就是你需要去等于二所具备的成交条件，什么意思？打个简单的比喻，就是昨天再去讲到黄金的时候，1326下降压力线，只有等它破上去，为什么会破上去呢？因为只有破上去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当前市场它可能迎来真正的反转。当市场迎来真正的反转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使用回踩入场的交易策略，形成交易当中的获利，这才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市场交易当中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最简单的数学原理啊，这个最简单的数学原理。所以说，市场条件在交易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我请大家务必啊。我请大家务必去这句话。那么你会发现，我在解盘的过程当中，会经常去讲到，去突破掉某一个点，或者是去当价格走到某一个点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切入到交易。因为当前的价格，它往往在去没有到达一个结构，或者是没有形成某个形态的时候，如果你及早的入场，那么这个时候是市场条件不成熟，就是一加上零。那个一还是零，它最终只能等于一啊，不能等于二。所以说市场条件特别重要。为什么蝴蝶定律要去等到 x a b c d 一共五个点啊，x a b c d 一共五个点？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五个点共同发生共振之后，然后再在地点选择入场？这个也是市场条件。所以说，只有等到市场条件成熟状态下，我们再去切入到交易当中，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交易的胜率和交易的结果，往往要比在市场手之前，在那个价格并没有走到一个形态，并没有完成某一个点之前，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啊，所以说今天啊，开篇论章论市场条件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市场当中去，具体的就这个问题，就这个命题进行一个论证与讲解。
其实这一张图呢，其实这张图很漂亮啊，就是黄色的蝴蝶、绿色的蝴蝶、蓝色的蝴蝶、红色的蝴蝶，五彩缤纷啊。其实，在大家去熟悉的运用蝴蝶交易系统之后啊，熟悉利用运用蝴蝶定律之后，会发现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品种，不管是股票、不管是股指、不管是外汇、不管是期货啊，只要是金融交易产品，都可以在当中找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蝴蝶形态，然后来形成交易当中的获利。然后呢，再把它利用颜色区分开来，你会发现，哇，简直是一张非常非常美丽的这个。非常美丽、漂亮且迷人的一张这个分析图，你的思维逻辑以及你的审美对于图表的本来一个冷冰冰的图表，然后呢，你把你的思路把它去融入到这个图表当中，然后最终形成一幅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蝴蝶形态的一个版面啊，然后这个时候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自己曾经交易的一个踪迹一目了然。好，我们正式进入到一个今天的讲解。今天的讲解，我还是想给大家就这个我们昨天有同学举手了，举手干嘛？就昨天的一个思路做一个延展啊。美元其实很有意思。昨天晚上有同学问到我说，老师，这个我在0.94空了美瑞，可以吗？我说，昨天晚上的现在市场的行情其实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元在走弱。对吗？美元走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可是有一个问题，欧元在走强，英镑在反弹，黄金在下跌，啊，就是黄金在下跌。按照道理来讲，美元走弱，黄金应该是强劲的反弹，对吧？美元走弱，黄金强劲的反弹，加币在走强，美加在走强，所以说各个货币、各个品种、各个类别。依次在行使，在这个再去，这个运行它自己相应的走势，而跟本来跟美元正负相关的这个关联度全部脱离开来，全部不挂钩了，就是各个货币走出了基本面与技术面常识与现状的背离，所以说现在其实，在交易当中其实是很不好做的，也是相当相当有难度的，因为美元在走弱。可是，欧元却在上涨，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而且，美加在上涨，美元走弱，美加应该下跌才对，对吧？美加在上涨，这个反弹，哦，基本上就是左一拳右一拳啊，就敌人出招是左一拳右一拳，你根本找不到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和路径去来分析当前市场的一个主要的走势。所以说，现在做分析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日线级别向下突破，昨天在最低价格运行到了89.85的时候，现在又开启了一段微弱的反弹，开启了一段微弱的反弹。所以说，现在的美元指数在日线级别上来看的话，我们仍然是给予它一个长期下降趋势之后的底部震荡且反弹无力再次下行啊，就一句话把美元现在的一个主要的走势。主要的路径和脉络全部把它覆盖，把它描述出来。那长期下降趋势当中，底部反复震荡遇阻之后的一个下行一句话把美元的现在的这个走势概括出来。那所以说，有同学问到说，老师，美元现在怎么看？美元是看弱啊，对不对？美元是看跌的，就是短期反弹之后看跌的，对吧？但是黄金在涨。啊，黄金在下跌之后再涨，昨天从1326啊最高冲到1300，还没有点到1328，然后呢直接下跌了将近8美金左右，在昨天晚盘的时候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中国时间这个10点11点的样子，10点11点的样子，黄金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跌，那么这个时候与此同时，美元却在走弱，很奇怪的现象啊，很奇怪的现象。那么美加出现了向上爆破式的反弹，向上这个强劲的破位，不断的上涨，不断的上涨，现在已经上涨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度。那么现在怎么去判断呢？现在怎么去判断呢？首先，请大家不要因为现在走势而乱了阵脚，我们来一步一步的做分析。首先从昨天的一个例子给大家去看起啊。
先看一看黄金。那么黄金在昨天这笔交易为什么不能入场啊？就是昨天我们再去谈及到过，黄金应该是上涨之后回踩1320股入场是吧？但是昨天有同学在想是黄金能不能入场，我说黄金不能入场，你一定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条件并没有达到一加一等于二啊，一加一等于二，那个一到了，但是另外一个加，另外一个条件并没有成熟，所以说黄金这个多单你要把它取消掉。刚才也有同学问到，我说黄金啊，这个多单要不要这个入场？我说这个多单不要入场，因为昨天的思路是等它反弹到就是下降压力线啊。黄金从日线级别上来看，确实是一个走的一个相对等距的一个 AB 等于 CD 的一个下降，然后呢，现在在触及到这个日线级别的这个支撑阻力互换的位置，然后形成一波。然后在底部，我们昨天分析到是吧？昨天分析到，在这个底部啊，有一些非常非常一个经典的日本蜡烛股技术当中的一个 shooting star 啊 shooting star， 然后呢开启反弹，或者是碳水杆大型阴线吞没之后，底部十字星再次探底出前三，再次开启一波反弹，整体确实是一个触底之后反弹的一个上涨的走势，起码短期来看是这个样子啊，起码短期来看是这个样子。就在昨天我们给出黄金的一个这个后面这么多数这样子昨天我们在给出黄金的一个分析，就是从底部去自上而下绘制一根趋势线，对吗？大家还记得吧这个趋势线在四小时当中我们来看一小时干得清楚一点啊。昨天是在这儿制定的交易计划对于我们昨天在制定黄金的交易计划的时候，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昨天的价格是在13271326，在讲完课之后，最高冲到了1327，还没有到1328。我们昨天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就是，这个地方的突破。我用一个深色，不行，这个颜色也不好看这个地方的突破一定要等待它被验证过后为真突破，我们才能切入到回踩之后顺势买入的交易计划当中去。来，把这句话把它罗列在这个我们的盘面上面。一加一等于二，当市场条件进一步确认之后，才能选择入场。那一加一等于二，当市场条件进一步确认成熟后才能入场，什么意思呢？就是昨天讲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一定要等待它上涨到1329，对吧？1329接近1300的时候，再反弹回来，再次买入场，是这样子一个顺序。围棋当中就是逻辑学讲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顺序。这是逻辑的本质，逻辑思维的本质就是顺序。所以说在围棋当中非常非常讲究顺序，下棋的你先下一个子，或者我先下一个子，那么它先后顺序的颠倒，它对于整盘棋局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交易当中也是这个样子，逻辑的本质就是顺序。交易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二，首先得有一是趋势，加上那个一就是达到那个条件之后，趋势在达到那个条件之后，当它被确认，然后我们再形成入场。那所以说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就是为什么要去等到它走到1329，是因为只有等它走到1329，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的突破，才能基本的断定它为真突破。只有是真突破，然后你才回踩下来，那么这个时候才是一个突破之后顺势交易的买点，则这个交易你就应该把它取消掉啊，你就应该把它取消掉。日后所有的交易都是这个样子啊。我在讲，我在经常去讲到，就是等到某个点，等到价格到达某个位置，或者是等到某个点到达某一个结构，这个时候你一定请务必等待市场去完成它的那个价格之后，然后再行去入场，否则就不要入场啊，或者是有先行入场的交易，你就应该把它取消掉。所以说市场条件啊，在我们回归到逻辑学上来讲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顺序的先后摆放位置，先有一，再有一，最后才有二，对不对？我们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也是先得去构建某一个模型，我们再去做这个，再去学习什么东西的时候，学习比如说学打球，对吧？比如说学做饭，比如说学这个穿衣服啊，包括学习一些软件的学习，都是先后顺序，得先打基本功，然后再去构建整个学习的系统，然后再去找到这些动作的先后顺序。所以交易当中也是这个样子，交易当中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有一句话啊，中国的有一句古话叫做大道至简。其实我对这句话是进行批判的，我觉得大道不能至简，而且大道也不可以至简，而且大道也不可能至简。如果大道真的那么至简的话，那你想各个领域还需要一些精算师干嘛，对不对？还需要数学家，还需要物理学家，还需要文学家干嘛，对不对？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所以说中国古典哲学里面也有一些糟粕，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批判和反思。我认为大道不至简。那如果大道真的那么至简的话，那还要我们这些精确的分析干嘛，对不对？直接知哪买哪就好了嘛，是不是？那还要图表干嘛呢？所以说啊，这句话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所以说我也对这句话进行了一些反思，同时我也把它更新到我的交易系统当中去啊。所以今天黄金怎么看啊？我觉得今天黄金怎么看啊？大家再去了解的时候啊，大家再去看现在黄金的走势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一个走到点刺到1318之后的一个微底部短期的微型的反转。那么这个微型的反转现在是再次来到了1325附近，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啊，昨天亚洲盘价格运行的位置，接近价格运行的位置。好，问题是黄金真的还会再突破吗？就是涨上去又下来，再次又涨上去。所以说1326这个地方昨天来看是下降趋势的压力，那么现在来看它似乎再去构筑一个双顶啊，双顶。所以说当价格再往上流附近的时候，此时价格的运行包括市场的情绪在这个地方就会变得相当的敏感。所以我在今天早盘再去看图表的时候就绘制了两个箭头。第一个是还是保持原有的逻辑，就是昨天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呢？等它涨到接近1330，然后回踩回来，就是涨到1330，回踩到1325，然后再去买入啊，逻辑不变，跟刚才讲的一样，一加一等于二，找到那个一，那个一就是等它涨上去，对吧？一定要等它涨上去，趋势线彻底破位之后，然后才能基本确定它为上涨趋势，底部的反弹啊，底部的反弹再延续。那么第二个就是走到1326附近。啊，大家注意观测啊，注意观测1326附近的一个 K 线反应。那如果没能去突破掉昨天1327前期的高点，那么当它回下来，没能突破且回下来的时候，那么黄金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再次遇阻，然后下行。啊，这是黄金今天走出来的两个判断。有同学讲，老师你不是废话吗？不是涨就是跌啊，这不是废话。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话啊，这是非常有用在交易当中一个分析的逻辑，就是市场条件分析法。啊，在逻辑学里面也是讲究这个条件分析、归纳、总结，还有这个推演，对吧？最早是由这个
苏格拉底的这个学生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学生的学生是谁呢？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啊。那么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开创了现在我们所学习的所有的逻辑、数学、物理的一个分析和演绎法啊，是由亚里士多德开创出来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全能的人，包括在数学方面的这个建立啊，在数学方面的这个成就，在这个生物学。在这个解剖学，包括在这个逻辑学方面，它都为现在的一个整体啊，我们这个学术，尤其是理科啊，理工科类的学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础，就是从亚里士多德，那么往后面推，然后才有这些欧几里得，包括这个到现代啊，包括近现代的这个近期的牛顿啊，这个牛顿呐，还有这个爱因斯坦呐，对吧？这些大数学家，他们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然后推演出这些发展出科学，推演出这些数学和物理公式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黄金现在也是在这儿，我们用这个条件分析法、市场归纳法啊，然后在1326这个地方，两个位置就是往上走，那么条件成熟之后回踩回来，就是黄金的一个破位回踩低位买入点，在1360这个地方，我觉得啊。它再往下走，就是我们之前去年再去分析到一些在顶部尽量的使用这个看到空头的这个筹码进场之后，就是有空头筹码进场之后往下再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黄金再次遇阻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空单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再次去执行进去。所以说现在黄金其实是有两个思路的。现在黄金是有两个思路的，关键是看它市场条件怎么走，关键是看它市场条件怎么走。那我个人更加倾向于我个人更加倾向于就是，还是昨天的思路就是突破到1330，回过来，然后呢再次去买入，因为黄金在这个昨天黄金在昨天这个美元走弱的情况下，黄金也在跟着走弱，那么今天美元有稍微，黄金就也跟着开始反弹，所以说黄金近期走出来跟美元一个正相关的一个格局。黄金本来是美元涨，黄金就跌，是吧？美元跌，黄金就涨啊，黄金就涨。但是近期黄金美元跌，黄金跌，美元涨，黄金涨，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说我今天来看，还是更加倾向于它能去走到1330，然后破位回来之后的一个买入交易计划。好吗？还是 Mary？ 那如果没有去走到1330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将会构筑成黄金的一个双顶结构，不是双顶是头肩顶结构，头肩顶结构我们用这个稍微规范一点的这个把它标示出来这样子的话，大家看的就一点，就是走到去完成这个黄金右肩在1326的一个结构之后，然后再次回来。那前提是一定不能超过前方的高点。那如果这里的价格涨过了前方的高点，也就是昨天黄金在1328所创造出来的一个高点的话，那么这个右肩的结构就被破坏掉了。那一旦它被破坏掉了的话，那么我们空单的一个交易计划就要被取消掉就要被取消掉，这是黄金的一个分析接下来看一看欧元，欧元很有意思欧元非常有意思。欧元很有意思，昨天美元走强的时候，欧元在美元走弱的时候，欧元在走强；在美元走强的时候，欧元在走弱。不是不是，说反了就是在美元走弱的时候，欧元在走弱；在美元走强的时候，欧元在走强。所以说近期特别奇怪就是好像一些跟美元高度相关的一些货币、一些这个金融交易产品都走出了跟美元本身的一个力量相背离的一个状态。那么，我反倒觉得，在欧元30分钟当中，今天早上去，我们先看一看日线。
我们来看到日线啊，日线欧元是在触及0.1.22之后大型阴线的覆盖，然后呢再次底部发生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微型的反转。那么欧元的这次上涨啊，我觉得主要的力量是来自于基本面啊，来自于欧元区的基本面。意大利的选举并没有对欧元区啊、并没有对欧元本身造成太大的影响。而且意大利现在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不及18世纪啊，17、18世纪是包括19世纪前期啊，是意大利和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天下啊，当时是第一个航海，第一个这个从全球航海去开辟新大陆的，就是这个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啊，就是他们那批人。那所以说，在17、18世纪将近一个200到300年的那个一个历史周期当中，这个是。他们是属于这个西方国家啊，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啊，这些国家的一个鼎盛时期，可以说是鼎盛时期啊。现在来看的话，说我们啊，我们说到欧元区经济，包括政治，包括地缘，包括历史文化文明最大影响的是德国和法国啊。法国现在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及之前啊，不及这个在路易时期所领导的这个法国，当时的这个法兰西帝国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啊。但是当时的法兰西帝国不等于现在的法国啊，现在的法国只是当时的法兰西帝国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啊，比小的多了多。所以说现在是德国、法国，包括原来的英国在主导整个欧元区的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文明的一个进展。所以说相对影响较大的就是德国啊。现在德国的经济我们在去年去分析到过，它复苏的速度，它整体在2017年到2018年这个上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我们看到2018年这个欧洲央行的行长德拉吉，他说要推出量化宽松，量化宽松是未来5年的大趋势，所有的国家都会如此。我相信中国也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的，不会啊，中国虽然说不会就此宣明推出量化宽松，因为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推出量化宽松。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就是一个以投资拉动为主体向经济运行的一个国家，它不可能在所有的经济运行中不可能缺乏货币的供应。一旦中国的这个货币供应链断掉的话，中国的金融系统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大的风险啊。所以说我觉得中国是独树一帜啊，我们常常跟这个世界主流趋势相背离啊。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在未来近5年不会退出量化宽松，但是它会使用一些手段来抑制这个货币的供应啊，使用一些手段来抑制的货币供应。因为我们在这个话题就不讲了，展开讲的话就太多了。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欧元的分析当中。欧元在日线级别大幅的微型反转，然后呢日线级别连续的吞没式的上涨。那么现在主要的格局就是反弹啊，就是底部反弹然后再次上行的格局，就是短期之内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啊，上涨趋势。我们来看到在啊，我们来看到这个一小时图啊，一小时图我们曾经是在这个1.23这个地方啊发现了一个蝴蝶形态之后，使用突破交易在这个地方去破位做空了一个欧元，那么最终价格是走到了1.2150，将近110个点左右的一个收益。那么现在是，底部的一个大型的反转，又再次来到了我们曾经相对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么30分钟，我今天早上在去观测图表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不太好。因为是南方人，南方人的话普通话经常就这个，一个是支持不分，一个是了呢不分啊，就是很有意思。不像北方人的话那普通话其实讲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在这个讲课之余啊，我也有在刻意练习啊。刻意练习是人类学习，就是人作为这个高级动物学习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很多我们在自己天赋不及他人的时候，或者在某一方面甚至是有所欠缺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来去啊这个去弥补啊，去弥补自己的一些先天方面的一些不足，或者是后天由于练习缺失所带来的一个
这个缺点被放大，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来弥补啊。所以说我的普通话也是在讲课之后啊，自己有在平时也在练习，现在比以前说的好多了。尽管放了口音，所以说请大家谅解。啊，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小时级别啊，小时级别，因为刚才掉30分钟图掉不出来了。啊，这个图表经常这个样子，经常这个样子，就是过一个月他就会搞一点毛病出来啊，过一个月他就来一点毛病。一小时图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啊，把它放大一点来看 ，X 最高点下跌到 1.2269 最低点，回踩到 1.2234， 再次下跌到 1.2287， 再次上涨到 1.2258， 且没破前高，那么。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的蝴蝶定论的入场点，就是在这个 1.2360 啊 ,1.2360 附近。那么我在早盘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挂单啊，使用挂单在这个地方去入场做空了欧元对美元。那么现在来看价格是有所浮盈了，但是第一目标我是把它制定在 1.2324。那么大家现在没有入场的同学，我觉得没有入场的同学可以等他再次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或者是再走高一点嘛，再走高一点的时候往下挫的话，然后去选择一个挂单或者是限价入场，我觉得都可以啊。第一目标的话放置在1.2325，好吧，1.2325。那第二目标，我觉得欧元对美元的这一次空单啊，就是一个左侧的空单。啊，一个左侧的空单的话，可以放置三个目标啊，这是第二目标，第二目标放置在这个放置在这个就是前方的这个低点吧，大概是在1.23附近吧，啊，就是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1.2325，第二个目标。1.2300，好吗？两个目标，欧元对美元一小时当中1.2360的一个极限位置，蝴蝶形态的空单。那么现在这个啊，现在正在浮盈当中，然后离我的一个获利出场点大概还有1.2325，大概还有一个十来个点左右，16个点左右啊。我的止损是放置在1.23，这边价格是多少来着？我看看。1.2385啊，1.2385，这是我的一个止损的位置，1.2385。然后第一目标，啪啊，第二目标啪，第三目标啪啪啪啊，就是看到前低啊，就是入场的三个目标，好吗？一个止损，三个目标啊，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一个语法来讲，就是一个中心啊，两个基本点，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没有入场的同学，我觉得也可以等到他看他能不能回踩吧。那如果能回踩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再次形成入场的啊。大家看到我在这个地方是绘制了一个 double top 啊，双顶结构的一个这个玫红色啊，这个叫大红吧，啊玫瑰红色的一个这个双顶的一个这个曲线。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就意味着是说，蝴蝶形态的低点完结之后呢，且如果再次上涨，就告诉大家而再次上涨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构成双顶且不破这个点的话，那么它同样也是一个入场位置。那所以说大家在盘末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挂单在等它看能不能回踩到1.2360，然后呢再去空，止损就放在这儿啊，第一目标、第二目标、第三目标，可以分三批去减仓，就是。到达这儿减仓一半啊，减仓三分之一，到达这儿减仓三分之一，到达这儿全部走人啊，那么这个空单就可以基本可以完成了，而这个交易计划就基本可以把它执行到市场当中去，它就是一个逻辑相对清晰且盈亏比非常合理，就是逻辑相对清晰，盈亏比非常合理，胜率不会太低，且图形相对完好的一个。左侧空单的一个交易计划啊，欧元对美元。那么另外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英镑啊，英镑，
英镑其实走的，英镑这个英镑跟欧元兑美元，大家注意啊，英镑跟欧元兑美元同样的非美货币，在这两个过程，在这个选择一个去做空就可以。我觉得英镑对这个美元是，大家注意看日线的。下跌之后回踩，下跌之后回踩，其实跟欧元有一些相似，就是下跌之后回踩上去，下跌之后回踩上去。那么相对来比较的话，就是英镑的这个反弹的力度，就是走强的力度，相对欧元要弱一些啊，英镑相对欧元要弱一些。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在欧元对英镑的过程啊，在欧元对英镑的这个在欧元跟英镑的一个这个两个空头交易的这个对比当中，我认为英镑大家没有入场英镑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在这个1.3851这个地方去执行，英镑对美元的这个空单啊，就是欧美的空单和英镑的空单，大家选择一个去做就行了。啊，我觉得没有好坏，相比来讲，英镑走的空头更加明显一点。啊，现在是。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反弹啊，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定义它为一个底部的彻底的反转啊。这个下跌到1.3711，上涨到1.3716，然后呢，我们如果把这条上涨的线段把它 copy 一下啊，把它 copy 一下，然后平移至它回踩的一个起点，那么我们会发现英镑在这个地方1小时的底部啊，1小时的底部，它走出了一个。在蝴蝶定律当中的一个最基本且简单且好记且容易去识别的形态就是 AB 等于什么呢？等于当然是等于 CD 啊，对不对？AB 等于 CD 啊。AB 等于 CD，那所以说这个上方啊，注意老师画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矩形处都是英镑可以去入场做空的位置，短期的 AB 等于 CD 两个目标，那第一个目标1.38啊，我们把它称之为 Target One 啊，第二个目标 Target Two，OK，那么当它走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回上来，再下去，走到这儿啊，就是可以去先行平仓一部分，啊，先行平仓一部分。我们近期都应该把主要交易的周期把它缩小一点，啊，就是近期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元打太极，你不知道它是涨还是跌；因为黄金在打太极，因为欧元在打太，都在打太极。为什么呢？因为近期是一个，或许是在。暴风雨之前的临近啊，就是在近期很多这个议息的决议啊，包括这个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啊，所以说我们给昨天给定本周定义为超级周，那么超级周它往往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波动，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在这个美元多空不一，市场上技术面与基本面与规律啊，就是不能这样讲啊，不能讲技术面与基本面，应该是这个。走势与规律形成背离的时候，什么是规律呢？我们刚才讲的是以美元为基础的，对吧？现在全世界以美元为基础定锚，是吗？那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跟美元负相关，美元走强它就走弱，美元走弱它就走强。那么这个规律与走势形成背离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是去把自己的这个交易的周期也相应的缩短。就是很多短线的机会，我反倒觉得在近期它是会频繁的出现的，然后会频繁的。英镑啊，英镑，我也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蓝色的部分啊，选择一个短线的做空，然后止损啊，止盈，这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好吗？第二目标就放在前期的这个1小时当中止损互换的位置。啊，1小时当中止损互换的位置，target one, target two，啊，stop loss 怎么办？stop loss，stop loss，我觉得，我觉得放在这个昨天的这个
我觉得放这儿吧，将近47个点左右的止损吧。啊，47个点左右的止损。那是从这个看到啊，1.29啊，将近是1.290，你再往上走一点一点吧，再往上走一点啊，1.38处啊，这个高于前方的一个高点一些，然后呢，也是在这个1.68的扩展之外啊，我觉得止损也放置在这比较合理，将近47个点左右的止损啊，第一目标这，第二目标这啊，第二目标这，第三目标的话，我觉得暂时先不去定它的第三目标，因为这笔交易就是本着一个短线思路啊，本着一个短线的思路，所以说暂时，而且也是一小时入场的一个短线交易，不太建议大家去过早的去定义它的第三目标，因为第三目标很有可能是在某一个价格破位之后刷了一下出来。打个比喻啊，如果这条趋势线破位的话，就如果到达我的第一目标且反弹回来，趋势线破位再达到我的第二目标，那么这个时候它下方的空间就会被打开。那么这样子的话，又回归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市场条件成熟之后，你去确定目标的一个思路和路径就更加清晰了。现在来看，你说我要第三目标看到这，凭什么？对吧？你凭什么看到这？没有理由啊，因为市场现在还没有走出来，你那个市场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说你看到这么多，那只是你自己的预期和你自己的猜想。预期和猜想并不等于市场事实，所以说怎么去确定市场事实，就是大概率的去找到市场成熟的那个条件，才能进一步的明确市场的走势和事实所基于的范围，好吗？就是当啊，好吧，这个话题就谈到这儿啊，这个话题就谈到这儿，暂时是两个目标。那就是目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目标看得更远的话，大家是现在来看是没有这个理由的啊，或者是没有这个定论的，不存在的啊。用这个中国相对流行的一句话，你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好吧，大家暂时先看那么多，看一下今天哦，再去看一看昨天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个瑞朗啊，为什么瑞朗这笔单也不能做？昨天再去讲到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定义，就是在一小时图当中，如果在这个地方收敛三角形的底部啊，注意收敛三角形的底部被彻底的跌穿之后，回踩回来再去做空。那么我们也给了昨天的入场点，大概是在这一根长长的下影线之下。那为什么要给在这一根长长的下影线之下？因为只有等价格跌穿低点，且在形态上形成破位，我们才能确定它大概率的为一个真突破啊，大概率的为一个真突破，就是市场条件相对成熟一点，那么在这个地方去做向下的破位的做空啊，向下的破位的做空，它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说入场点是在 0.9350， 昨天最低价格我们来看到啊，昨天的最低价格是走到了 0.9353，并没有下破前这个地方的一个低点，所以说这昨天的这个破位做空的美元对瑞士法郎的空单也不应该入场，虽然说就差将近十个点左右，但是由于市场条件不成熟，那么这个地方现在来看它是一个100%的假突破，好吗？假突破，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在昨天讲的思路这边的空单就要把它取消掉。那么晚间的时候有同学问到我，说他在0.94这个地方空了，觉得可不可以？我是觉得这个位置今天来看它是还是可以的，短线一波嘛，对吧？到这个0.9400到0.9389。将近十个点左右，现在来看是相对很比较极限的位置，相对比较极限的位置。但是由于瑞朗，我们只有等待它破下去之后，才能确定它的一个下跌趋势。所以说，我也建议它在这个地方不需要把这个交易持有太久啊，因为现在市场条件
空单的市场条件已经被搁浅了，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说看短期看跌瑞朗的这个思路，我们就要进行及时的变更，就跟这个共产党跟这个八路军八路军打游击战一样的，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扰，对吧？敌进我退，敌退我扰。那敌人很凶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出一些灵活性的调整。那么在敌人歇息的时候，打不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该我们进攻。那这随时要变换市场的一个随时注意变换市场的一个思路。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就敌进我就退这个地方的空单我就不做了敌退然后呢我就开始进攻敌进我退，敌退我扰。那我们要用这个游击战的思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把它步入到交易当中来很简单的道理。那么所以说美元对瑞士法郎现在走到 0.9， 这个地方我也是不建议做空的美瑞近期我的思路就是破位做空，它不破位我就不会做空，而且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做空。现在美瑞是一个强劲的上涨的走势，也不是强劲也不是强劲就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反弹的格局。你看昨天在美元走弱的时候美瑞却在反弹，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美元昨天从90下落到89.80，美瑞在下落，美元下落的过程当中，它在强烈的反弹上涨，很奇怪。所以说，短期来看，不要再看空美瑞了。怎么何时才能看空呢？就是敌退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我的进攻了，好吧？就是当它破下去的时候，破到这儿的时候，然后我的这个破位空单的交易战略，我就要把它部署到市场当中去。现在来看，我觉得不太适宜去空，也不太适宜去多0.94，我们做观测，好吗？0.94做观测。那么昨天这个收敛三角形它的结构被破坏之后呢，我觉得今天的一个今天仍旧要是就是交易美瑞的同学交易美瑞的同学今天的一个判断的点就是这个地方能不能突破这个地方能不能被突破。那没能被突破的话，就下行下来的话，像这么走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可以还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入场美瑞的破位的空单大概是在0.9375附近，止损放哪止损放我觉得止损放前高就行止损就是在这儿入场，对吧？止损放在这个3737再高一点吧，放到这儿，放大概40个点左右的止损，就放在前期高点之上吧0.9411，现在在上涨现在上涨，所以说先暂时在这个价格不要去动它，好吗？暂时不要去动它。如果它下走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破位做空入场。那第一目标就是第一目标，我觉得可以放在接近前方的低点前方的这个支撑处，放在这儿，好吧？那么我们就看它能不能再继续往下破继续往下破。这是美瑞的，依然是昨天的破空的交易思路。依然是昨天破空的交易思路。那第二个呢，还是高空就是0.9457在这儿这个黄色的这个矩形之内黄色的矩形之内，如果美瑞没能往下破，上涨到这儿上涨到这儿，那么我们如果用黄金分割来度量的话，就是昨天所期盼的位置在大概是在618附近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个高空点我觉得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个高空点，但是我更加倾向于就是破位下去空，好吧？今天看市场怎么走吧，就两个位置两个位置看市场怎么走吧。那我个人偏向于这个破位下去空，我觉得破位下去空的话要相对保守一点。
有同学问到傍日出现蝴蝶形态了吗？傍日我在讲课之前是入场了傍日的空啊，傍日在啊，等一下啊，今天准备来讲英镑对日币，看到傍日看到。傍日的蝴蝶形态已经完成了，是我已经入场了傍日，这个图表怎么回事啊？好，来了，棒！我在这个147.20是做空的傍日，止损放在148啊，148.08。啊，止损放在148.08。刚才有同学问到的话，我们就来讲一下。傍日的蝴蝶形态啊，傍日的蝴蝶形态，比较标准的蝴蝶形态已经完结。那么在地点啊 ，XABCD 地点147.20，我是入场做空的傍日，止损放的稍稍的有一些大啊，止损放在148，因为傍日这个品种啊，大家都知道，喜欢做棒系交叉盘的这些投资人，往往棒的波动都会比较大，所以说我在止损的选择上啊，选择上面往往都会用一个比较大幅度，相对比较大幅度的止损。尽管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位置很好，只需要放20-30个点的止损，但是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这个是我们唯物主义辩证法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说还是要给予它一个本符合它这个货币本身属性和特性的一个止损点，好吧？所以说我止损放在148.09，这个红色区间是我的止损的位置。傍日这个空单我是入场了，同样的两个目标，第一目标146.53啊，146.35，现在这笔单是在浮盈当中，146.35啊。第二目标我觉得可以放置在前方的这个。这个知足互换位就是这儿啊，就 B C D 啊 ，C 到 D 当中去破位前方的一个知足互换位，这儿的知足互换位作为大家的第二目标了结点。那第三目标啊，我觉得可以放在前方的低点之上，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我怎么看像都是绿色，把它拉下来一点啊，就第三目标就放在这儿，好吧，145.40啊，这个是傍日的一个。顺势的多单，我觉得傍日现在是顺势，不是逆势，因为现在整体的这个日币的格局还是走得非常弱，只不过是点刺到极限位置之后有一些反弹而已，所以说我并不太日币已经走出了一个从它的一个强势上涨的周期里面彻底的脱离出去。尽管说今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啊，很有意思，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是昨天在亚洲盘去讲到的一些，就是比特币的空单已经入场了，比特币依旧逃不过蝴蝶定论的精确计算，浮盈且期待第一目标一到达。纳斯达克指数，我们在上周分析的是吧，在6666这个地方也是已经到了啊，到了第一目标，但是我们没有去做纳斯达克的交易。昨天的欧镑的30分钟火中取栗，部分盈利继续上行，目标一到达啊。欧元澳币对美元，就是澳美的这个昨天的一个蝴蝶形态，先知先觉，但是擦肩而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澳币昨天在盘末的时候，大家去分析，我说这个澳币的多单可以去做，但是一点入场啊，就差了一点入场，非常可惜。今天澳币涨了很多啊，所以说现在讲这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郭老师经常讲的，趋势会延续，但是终究会反转。但是我说。蝴蝶在飞续，终究会盈利啊！那么在傍日上面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整体的傍的走势啊，不整体的日币的走势还是比较强劲啊，这只不过是一个底部的反弹，但是并非趋势的反转，终究会反转。那我觉得那个终究还没有到，就是日币走强的这个终究的周期，我觉得还没有到。所以说，震荡下行，单边下行依旧是。日币现在主要流行的格主要的一个格局就是强势日币的一个格局一个周期。那么所以说我在傍日当中今天也是发现了一个
发现了一个这个蝴蝶形态的地点的入场点啊，蝴蝶终究会盈利，好吗？所以说傍日啊，三个目标，啪啪啪啊，三下，好吧？那么我们在这个欧棒讲一讲欧棒啊。刚才有同学问到欧棒，欧棒的目标已经到达了啊！昨天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三十分钟入场的欧棒目标已经到达，所以说大家该知道怎么做了吧？啊，知道怎么做了吧？是吧？入场点是在0.89啊，0.89。那么欧棒今天的走势，昨天在30分钟吞没下行，最低点是0.8887。为什么我讲欧棒火中取栗了？因为我们的止损在这儿啊，我们的止损是放在这儿啊，0.88啊，0.8881处，就差那么一丢丢啊，差这个六点啊，差六个点就点刺到止损，所以说欧棒这笔单子啊是昨天是成功的，今天是成功的止盈了，在这个地方成功的止盈了。那么我期待它进一步上行啊，剩下的我觉得是大家可以耐心的去等，等什么呢？等这个顶部的压力线突破之后，那么我们这个剩下的部分仓位可以去跟踪它突破之后上行的趋势，这个是欧棒。然后刚才有同学问到欧棒的这个该怎么搞啊？该怎么搞？就是在这个地方减仓啊，减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但是又很幸运的一个交易，好吧？这是昨天下午在亚洲盘时间段给大家去跟踪欧棒的入场啊，我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又非常的这个，又非常又有肯定的地方，就是这个止损放置的位置很好，就是放置在这一根 K 线的下方。和这一个支阻不慌位置的这个中间啊，这个中间这个止损的位置放得非常好，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而导致了昨天这笔交易在吞没下行，破坏掉这个蝴蝶形态之后，就能获利，值得期待破位上行，这个是欧棒，好吧，第一目标，获利了结。比特币啊，有同学说要讲一讲比特币啊，我们来看一看比特币。比特币也是空了，昨天是空的，空在这个啊，空在这个一万一千六百，这个价格怎么回事？我看看，好，这样子的话就看得更加清晰一些。我们就看一小时吧。比特币我是在这个地方1165是空下去了。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浮盈的状态，但是离我的这个目标一，离我的目标一还差一段距离。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是先行的减仓了三分之一，就剩下的我还有三分之二的这个比特币的空单的仓位，就去准备分三批获利了结啊，分三批获利了结。第二目标是放在这个。放置在这个10811啊，10811啊，10811，离我的第二目标大概还有二分之一的距离。那么我会期待在11700这个地方破位之后下去，然后呢达到我的第二目标，好吗？第三目标啊，第三目标我觉得可以放在这儿啊，第三目标我觉得可以放在这儿，大概是放在一万处吧。大概是在一万美金左右，作为大家的比特币在11650顶部极限位置做空的三个目标点，现在已经先行减仓了三分之一。那么接下来就期待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小时当中这个连接底部的这个低点啊，连接底部的低点，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破位了，就是吞没下行之后破位来到一小时，
知足不患的位置，所以说这个位置它是有些许支撑的。那么这个支撑一旦它破，那么下方的空间就会被它破位的一个空头压力然后打开，我就会去获利我的第二目标。这个是比特币啊，刚才有同学问到这个比特币，啊比特币的这个事。好，接下来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提问。同学问到，我看看，同学问到，欧日和棒日的思路一致，能继续下行吗？我们刚才去讲到欧元的反弹啊，欧元的反弹要比英镑的反弹要强劲一点。那所以说，尽管欧日和棒日都在反弹上行，但是往下走的这个力量，我觉得它会由于棒的虚弱，要相对强劲一些。所以说在欧日和棒日同样是逢高做空的一个思路下，我更加倾向于选择棒日。为什么呢？因为英镑的走势相对欧元的走势它讲要弱一些，我刚才去分析到了。这也是在交易当中如何选择交叉盘去做空的一个依据。一定要对比值盘。那么交叉盘为什么很多投资人他不去碰呢？因为它难。因为它相对分析起来较难，因为直盘的货币你只需要分析欧元对美元，是吧？两个货币综合对比一下，对吧？一下子就能很简单的去理清自己的思路。那交叉盘不一样，交叉盘你首先你得去对比 A 和美元的这个价格，再去对比 C 和美元的价格，再去综合对比 A 和 C 的价格，再去得出 D 的结论。所以说它分析来讲，它的流程相对繁琐一些，所以说这也是交叉盘它为什么相对难度较大的一点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投资人不太倾向去做交叉盘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啊，一个因素。所以说，刚才有同学问到欧日和棒日哪个更弱，思路是一致啊，但是我更加倾向于去棒日啊，就是因为英镑相对美元走弱的反弹的力度相对有限。棒澳怎么看？哎，以前讲了个笑话啊，就是有投资人问到，就是说，老师这个怎么看啊？老师那个怎么看？啊，当时讲了个笑话，就是能怎么看呢？站着看呗，是吧？还能怎么看？竖起来看，啊，棒澳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啊。棒澳的话，整体是一个就是在日线级别，我们看到啊，强烈上涨之后。强烈上涨之后再触及到点刺到这个上行趋势线边缘，然后开启一波反弹上涨，且在这个日线级别的这个知足互换的位置关卡价格碰到了一些阻力。那么棒澳现在其实从看的话，它也是走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下跌之后回踩再次下跌这样子一个二段波浪的一个调整。那所以说我觉得棒澳啊，由于澳币近期啊今天反弹的力度很大，所以说澳币在美元同样走弱的情况下，它的一个上涨的潜能要高于英镑上涨的潜能。所以说再加上澳币马上要加息了，对吧？也不是马上加息了，就是澳币有很强的加息的预期。所以说棒澳啊还是更加倾向于空头，那么我不会在这空，我觉得棒澳我等会等到它破掉这个上涨趋势线然后再去空它，对吧？所以说棒澳的交易思路就是等待日线级别上涨趋势线底部点刺被破位之后，然后去做它的破位空单的思路，好吧？我觉得棒澳在这个地方暂时不会考虑去多它啊，暂时不会考虑去多它，反倒在1.78这个地方有可能再次遇阻啊。当它再次遇阻下行的时候，且另外一个市场条件就是破位这个趋势线的时候，我会考虑去空棒澳。好，这个是日线级别上的一个简单的分析。其实做分析啊，就是我们在做老师的过程当中，其实做分析之前是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的，并不是说在图上随便画一画，不是这个样子。做交易很难，但是说交易也不简单，但是同时要做好又要说好，就是难上加难啊，难上加难啊。
有我的名字啊，迦南啊。所以说交易啊，就是做分析的同时又要做好交易，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工作，要做相当大量的前期，要做相当相当大量的前期准备。所以说你能做好交易，做好交易的人不能说好交易，他不能谈好交易。往往能谈好交易的人大多数又做不好交易。所以说能谈又能做，能做又能谈的交易者或者是老师分析师，在市场当中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好吧，这个是我不是自夸啊，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起码在中国来看是这个样子，就大多数大家都能看到很多这个讲的天花乱坠，但是自己不做的啊，就是具体在哪进他不告诉你啊，具体在哪出他也不告诉你啊，就是左一下右一下啊，上涨下跌，其实这个谁都会，对不对？但是真正的要把交易去落实到市场中去，这个是很难的，而且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并非如此简单。好吧，这个是英镑对澳币。镑日的目标位再说一下。镑日的目标位三个目标位啊，第一目标146.35啊，146.35，第二目标145.93，第三目标145.42，好吧 ，fail 啊 ，fail 同学。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结束了，该讲的都讲完了啊，看市场怎么走吧。那么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在本周的这个很多国家央行利率决议公布之际，大家要在仓位筹码的这个布局上要适当的把它放缓一点，放得小，所以在这个数据行情或者基本面的推动下，可能带来市场的这个很大的波动的这个周期当中去使用过多的筹码，好吗？在筹码方面选择要稍微谨慎一点，或者是谨慎这个词用的不对啊，就是保守一点，好吧？那么祝大家交易愉快，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